论你是尽本分还是追求梦拯救，没有真实的悔改就很难走下去。在每一个阶段身在你身上，做一些管教责罚也好，或者提醒劝勉也好，只要你与神之间发生了冲突，你没有回转，你没有回转，还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，一直持守自己的观点态度。虽然你的步伐是往前迈进的，但是你与神之间发生的冲突，你对神的误解埋怨被你并没有解决，你的心始终没有回转，在神那儿是会淘汰你的。虽然你没有放下手中的本分，还在守着你的本分，对神的托付有点忠心，在人看还说得过去，但是有一条，你与神的争执就成了永远的结。你没用真理解决，达到真实明白神的心意，导致你对神的误解越来越深，始终认为神是错的，你是冤枉的，这就是没有回转。你的悖逆，你的观念，你对神的误解存在，导致你没有顺服的心态，始终是被你神的，是跟神对立的，那这样的人是被你神抵挡，神死不悔改的人。手造之物对待造物主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？就是造物主怎么做都是对的，造物主无论怎么做都是对的。承认，那造物主是真理，是道路，是生命，在你这儿就是一句空话。如果这样，你就不能蒙拯救，你不够资格，神不拯救你这样的人。知道你做的不合乎
真理的地方，不能与神相合的地方，你与神之间的结就还没有打开，这事就没有解决。想法意图，你有这样的心，这是一种顺服的态度，这是人对待神，对待造物主的一种回转的态度，一种回转的态度。就证明你能放下自认为对的东西，或者败坏人类公认为对的东西，而承认神的话是真理，是正面事物。你能有这个态度，别重。